上过。我还未还你对我生生世世的恩情。上过，我求你不要。只可惜生生太长，未曾珍惜。这一世你恨我也好，怨我也罢。敢问祖神，何为混沌之劫？何为神？何为魔？前一计，白雪神尊要迎娶天宫的锦昭公主为妻，你怎能舍得留我一个人在这世界？我不过是去了九幽千年，白雪呢？圣姑，你去九幽已是六万年前的事了。六万年前有很多事都超出我的预期，所以。有一个小姑娘，天生神脉不通，一直正在天体之中。我会好好修炼，不会比你小，还要努力。方才我还笑我自己傻乎乎的，奢求能成为与你相配之人。以后不见亦不念。数万年时光不见，足以改变很多。白珏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绝不能再让任何人影响我替上古印记。本尊今日就让你们看到。一路走来，他所付出的一切，我比这世间任何人都明白。只要你活着，便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。